推荐的这个温泉确实还不错，环境清幽，房间里还听得到水流声。喝一杯。温泉也泡过了，接下来还想做什么？反正夜晚还很长。嗯，发现了一套采耳的工具。哼，这种细致的事情我不会。你示范给我看。哼，算了吧，我看你是不怀好意。工具放在哪里？去拿。长的、短的，还有这么多型号，真齐全。我随便，只要你敢让我用在你身上，简单试一下就好。想从哪个开始？选一个。就这么随手挑了一个，你确定？不保证不会弄痛你。到这里躺好。谁要你躺那里了？我腿上。闭上眼睛，眼罩。怕什么？只是会自动发热，等一下更舒服而已。人在失去视觉时，其他感官会变得更加敏感。现在感受到了什么？只是羽毛，先放松一下。羊啊，那换一种方法。还是不舒服，忍着。就这么着急吗？好，换你挑的那个。那就正式开始了。只是碰了一下，紧张什么？但你随手挑的这个形状这么奇怪，换一个更适合的怎么样？这个不错。别动，弄伤你我得负责。很慢了，这样也会痛。妈的，到底是痛还是痒？痒就是舒服，感觉出来是什么了吗？鹅毛棒，
别抱怨，我就是这个力度。太慢，一下子快，一下子慢，这么多要求，我已经很照顾你的感受了。不舒服？哦，原来不是不舒服，是敏感。什么不满意？不要太重，哼，娇贵。捏我没用，你不说话，我就不清楚。哼，蚊子恨的都比你大声。给你一个提示，我现在拿的这个东西有点有趣，来试试看怎么用。你不想，我想。别躲，我有分寸。感觉怎么样？想到一个好玩的，这样耳道里面也有震动感了。现在是什么感觉？不想说，哼，又不是在做什么不好的事。算了，问你也没用，只会说不行。采耳有趣吗？的确容易上瘾。这样就受不了了。听你的，那就结束。我是说，换一个，还要多久？你一开始不是说，要我简单试一下吗？那就随我高兴吧。我看这些采耳的东西都蛮有趣的，反正还有这么多，你现在也睡不着，我们可以一个一个慢慢用。